事隔四年，方大同呢日终于宣布将会喺出年三月喺红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嘅香港站。咁唔使讲，好朋友薛凯琪到时应该都会系嘉宾之一啦。暂时还不能透露到底谁是嘉宾，对，也还在筹备当中。提到大同早前推出嘅儿童绘本，就受到唔少小朋友嘅欢迎，就连贾静雯嘅女女布布，原来都系大同嘅小书迷啊！原来咧，佢就好中意睇我最近推出嘅儿童图画小说，咁啊每天晚黑佢妈咪就要读俾佢听啦，咁啊读到熟晒，咁我话太好啦，咁等我写完第四同埋第五本，我就即刻再送翻俾佢哋啦。